去那走以前呢是都是白乎乎的，都是一片的沙子，一棵树都没有的。就三沙进市以后了，我们就种了第一批树，生态环境对那个转折点。That turning point can be seen in 2014, when we first came to Xishazhou. Sansha's first mayor, Xiao Jie, explained his priority. 通过这个生态环境保护，来使到三沙更加美丽，也使到我们的政权的建设进一步的推进。Today, the greening rate is over 90% in Xishazhou, a management success story for China.西沙洲整个州啊，它是在礁盘这中间，岸线周围一海里左右都是礁盘，是没有航道的。所有的物资运输上岛都要看潮水。我们这周边都是人工用小艇一口一口的搬上船。当时是我们只能就从那大船上把那个树苗运到那个浦海上面去，抓住缆绳把它拉到岸边，用人工把这个树苗从浦海上一口一口的拉上来。这就是说，三沙进驻的形象。刚过来之后，觉得很孤单，很孤独。什么一个人在这边，就我们就多跟他那个邻里沟通，跟他邻里慢慢加入进来。当时我们种的时候说，这边都是沙，怎么种出来的？但是后来就慢慢摸索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是把这个沙都变成绿洲了。詹大峰 told us about the setbacks, winds, waves, and sand.Took their toll on saplings, and trees need water. 刚开始那个淡水都是从海南那边运过来，要么就耗天下雨，要耗那接那个雨水来灌溉，耗天来下雨来供水了，根本供应不上我们这么大面积的那绿化。后来就引进了那海水淡化，这棵树它现在自己长出来的。原先搬过来的时候都是这么高一点，差不多是30公分高左右。仅仅经历了10年，它们就长成参天大树了。对，它这是长势很快，有个月都长了20-30米。海上就要风很大的，这沙子是从这边上来又从那边走的，这岛礁是越来越小的。不把这些植被种起来，它这沙子会流出。种那个树以后啊，就那沙丘就越来越高，就这样就巩固了我们这岛礁的密集。Trees are the life of the islands. They have transformed Xishazhou into a thriving ecosystem. 最大的变化是人的观念，人的观念有所改变了，环境也是随着改变的。过去的渔民他是就是为了就我今天吃海打鱼，我就有饭吃了。但是后来慢慢的感觉到，中华在这里，我们必须要当成家一样来对待。